小不要鱼。他该忙了呗，我都在锁冰箱了。嗯，是讲我走得慢吗？我那不是你走得慢，是你刚才这边吐，你不吐来讲啊，你根本都回来了咯。算我的讲嘛，你自己都背的吗？哎，宝贝才跑哈哈问。啊，是你自己在这边涂吗？顾姐要到了，我不想听你讲废话了啊！我都当他是废话了啊！他的话可以听啊，大便你可以测啊。啊，有吗？有换锁匙吗？锁匙哪里？什么叫做要到了？他妈的，哪里叫要到了啊？我在三楼也是要到了啊！我在各城那边我也是要到了，在北高门口嘛，是要到了。啊，凭哪里叫做要到了？嗯。所以啊，他的横跟你的横都是一样的，你们都是同类来的啊！要出门了，再不是？我好了的，我小个便也是可以了的啊！我洗个手也是好了的啊！